本周，故事发生在1931年的密城。密逃团是即将从密城医学院毕业的青年学生，拥有着丰富多彩的校内生活。来，有请。但是，学校之外却是一片动荡。怎么还发这么多传单呀？5月9日一早，他们在医学院的大礼堂集合，收到了老师的嘱咐信，前往密城医院找陶医生开始实习工作。每一个医学生都应当谨记，学医者的使命是救死扶伤，不辞艰辛，执着追求。到达医院后，务必第一时间去急诊大厅找他报到。出发之前，根据以往的优秀表现，品学兼优的小邓将成为实习生的班长。今天我是你们的班长，邓班长。同学小刘因为参加进步学生的游行，姗姗来迟。小刘，蜜桃团能否顺利开始他们的实习呢？我纯黑，你看摘不摘眼罩有什么区别？这太黑了吧！啊，对了，我们找开关吧。民国也应该有灯对吧？哎，你后面没人了。我在这儿呢。你怎么偏移了？怎么？这边应该是门，这边是门啊！门旁边肯定有开关吧？看一眼，摸一摸。摸一摸，太黑了吧，我看不到。我没有办法把这个白布给揭开，兄弟们。哪有白布？哪有白布啊？他看不见我们。什么呀？怎么回事啊？他在哪儿啊？我不知道。他怎么流水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有水，为什么？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在哭啊？你跟我们说，我们是好人。怎么了？你看不到，我们来帮你。我们是医学院的学长。起来了！你别着急，你慢一点。对，没事。兄弟，你能知道这儿有人吗？兄弟。你看来了吧？医生来了，医生。别关。完了。没事，咱们起码看清楚了，他们是人。